每一天，牧师跟你做会祈祷。今天是10月25，诗篇77篇20节安尼讲：在患难的日，我找主；在迷失，举手祈祷无停。我的心不肯受安慰，三个来祈祷。在患难的日，我所找求的天父，我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照时出日落雨，予果子成熟，予树木大长，予草花铺垫大地的创造主宰。主啊，你做万米，各照伊的时，真最美妙，各种永远的观念，系伫人的心。主啊，因为万米拢出伫你，我靠你，归伫你，愿你永光到代代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。你是对西门救我起来的。主啊，二人虽有济济苦难，总是你要救伊拢脱离。主啊，在患难的日，我找求你；在迷失，我举手祈祷无停。因为我的心艰苦，不肯受人的安慰。主啊，独独你是我的安慰甲扶持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